你問我，我其實我最想睇係 breaking 嘅霹靂舞，因為佢係今年第一年進入呢個巴黎奧運成為呢個運動項目。我以前細個自己都好中意睇呢一個舞種啦，所以佢今年變成一個運動競技項目，變成喺巴黎奧運度第一次出現咧，我好期待究竟第一年嘅金牌鹿死誰手啊！因為以我啱啱同 Stan 都有講，有好多我以前睇過嘅一啲 B boy 國家隊啊，或者係唔同國家嘅 B boy 都知道好犀利，日本、韓國啊 ，even 係中國啊、外國嘅法國啊，呢啲都好犀利。究竟邊一個係鹿死誰手第一屆冠軍？好想知。咁你睇好邊個啊？邊一個國家？我自己係以前細個好中意睇日本隊嘅 B boy， 因為我好中意睇佢哋嘅 style 同埋佢哋嘅一啲招，所以亞洲隊嘅話，唔知道日本嘅 breaking 隊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入到三甲呢？咁大表哥你咧？我就咁當然情意嘅就一定係劍擊同埋游水啦，何師傅噶嘛，咁所以即係咁有機會幫我哋香港可以爭光嘅，咁一定要支持啦。咁如果你話我自己個人，咁我就因為我喜歡打籃球，所以我都會喜歡看籃球的項目。同埋今年啱啱阿翁欣華講得啱嘅，因為今年美國隊係好勁嘅，陣容彈性啊，係好強盛，所以就都好想睇下今年可唔可以復仇翻咯。係。但有冇時間睇啊？你哋咁忙啊？時間嚟講我就唔知道，同埋我想問係咪調轉職個凌晨？係啊，咁我就應該有啲難度，即係咁可能淨係抽可能香港嗰啲先睇咯，係啊。因為咁都要瞓覺嘅，你又更加要瞓覺啦。你唔係嗰陣時應該係完咗演唱會啦，完咗啦，係啊，應該係八月頭啊，係啊，可以睇一陣。我應該會點都會追住 breaking 呢一個項目嚟睇，我會想。會約埋啲成員一齊睇啊！咁又冇特登講喎，因為今啱先問 Stanley 會睇開邊幾個項目，佢就話籃球嗰啲，同埋要夾，係啊，要夾，同埋要夾。首先要夾嗰個凌晨時間啦，然後凌晨時間要夾齊人啦，呢下先難啦。即係12個唔一齊睇啦。唔知啊，同埋大家嘅運動喜好項目都唔同。有冇留意啊？你老咩啊？你老友。你老友。單嘢就有指咧，就話處女就因為嗰、那個即係個負面新聞咧，令到佢本身拍嗰套戲嘅媽媽媽咪咧就踩減氣氛，咁啊話佢咧就同女朋友就未走咗泰國。外界報道嗰啲，因為上次講咗唔評論，我就唔講太多啦。但係吸氣嗰啲，我就自己真係唔清楚啦。我相信應該未必會關事嘅。同埋知道 Frankie 依家一直都係專心拍劇，做緊佢嘅工作，所以其他嘢就唔評論啦。同埋佢應該而家喺香港拍緊劇，佢應該喺泰國，因為我見經理人前兩日先 tag 咗佢拍劇開工嗰啲 sorry， 咁佢應該係喺香港開人工，應該就唔係喺泰國。咁我又即係同埋呢件事我選即係我哋好多時自己選擇就係都係俾空間，係啦，俾空間佢就唔好係咁上去問佢煩嘅，因為其實我自己如果我自己唔開心嘅時候，或者我有好多情緒苦嘅時候，我都係想有空間喺度俾自己喺度沉思下應該點做啊，咁所以我哋都即係行外人就俾咗空間佢哋咯。其他都唔俾意見啊？俾意見㗎，即係感情上嗰啲唔俾啦，呢啲係兩個人嘅事，就我哋都唔方便加把口。方便加把口。